su esposa.向上，以掌根为力点，往前上方搓挑起，抱起。下边接动作，手抓拉回，脚撤回，是左脚内侧，右拳，右抓握成拳端出，左拳。顺小臂向前踢出，同时右脚蹬脚落地，把
左脚抬起，然后进步，金鸡使你再反着打一遍。这是鸡形四板，打回原地，横左三指，中指，横左三指，后指，打鸡形四板的时候要注意，特别是口铃，要存身，注意右传的肘部，用右传的重心偏移，偏移右，然后呼气，同时，这是鸡形。